浊水溪以北雪山山脉山脚下吉吉小镇，这里在日治时期出产一种日本天皇指定的御用贡品，一年仅仅一收的稀有蕉客。画这两刀哈，不能太深，也不能太浅，太浅它拉不下来。现在我们就把这一颗山蕉哈，把它砸下来哦。山蕉园传承到黄荣炫手上已经是第四代，采收山蕉的活十分费力，爬上高梯，修剪果树，再拉下串蕉，7.5到8.5分熟度青蕉才是最佳采收期。中在海拔250公尺以上的就统称为山蕉。最高的海拔到大概在1000到1100，再往上就不能种香蕉了。所以说，在海拔1000、1100的那个香蕉，要经过1年6个月才可以采收。种在山坡地上的就称作山蕉，纬度高、温度低，成熟期长13到18个月才能收成。加上山坡地易排水，土壤中水分少，口感质地比一般香蕉 Q 弹扎实。香气甜味也比较浓郁。20世纪初期，台湾蕉大量外销，造就当年香蕉王国的美誉。60年代，台湾山蕉进口到日本，占有率达80%，后来被菲律宾香蕉取代，台湾蕉走过大崩盘。第五代蕉农反家接班，把山蕉加工变零嘴。为传统山蕉找寻出路，掺了山蕉味的面条在产地成为一种新鲜吃法。农人家的厨房里还用绿山蕉熬鸡汤，有点马铃薯、菱角或山药的口感，成为汤或咖喱酱中的独特配角。催熟前的绿香蕉呢，它的质地会更硬一点，那催熟后的话，它会带有一点黄香蕉的甜味，所以它炖煮出来的鸡汤，它会有香蕉的那个甜味在里头。原本不产香蕉的台湾，1731年从中国引进香蕉品种，日治时期受到日本人喜爱，集中在台湾中部、南部开始种植。除了果肉能及时，垂钓在最前端红紫色的山蕉花或香蕉花，富含花青素，能用来当料理点缀。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花香味，对，那吃起来的话，像茶叶蛋，它里面就会吃到那个，它的一个花甜香。山蕉果肉香气浓郁，凤梨酥起家的老字号店家也以在地南投山蕉为出发点，保留山蕉甜中带酸的香气，拌入可可脂，夹进荷兰饼干中，做成童趣的杯圆子。悬挂在热咖啡上，热气软化山蕉馅，赋予台湾山蕉甜点有了不一样的创新吃法。早在4000多年前，希腊人把香蕉开始当食物，历经时空变化，台湾人孕育香蕉、山蕉，代代相传到如今，推陈出新的餐桌料理，甜而不腻的蕉香甜点，从产地到餐桌，靠着台湾农人的努力，为昔日香蕉王国的美名，一步一步重启台湾金蕉年代。